你说台湾现在哪有晚上看得到乡村的地方？除非你要宜兰。宜兰啊，我在宜兰待了一个月。哦，真的吗？你住民宿是不是？我在台北，台北待半个月，宜兰待一个月。你是去玩还是你自己拍戏？拍戏。哦，拍戏。对，没播。啊，没。啥呀？没，我们在讲宜兰，你不是你要来吗？哪个？哦，对，我要来啊，宜兰啊。他有一次到台湾去打电话给我说：“乔安，我现在在台湾，对，我不在，我在哪？我都。”然后就说：“我在阿里山，请问阿里山的水姑娘在哪里？”阿里山的姑娘没有谁。那你就发一张你的照片给他看、啊。他说：“阿里山的水姑娘。”因为我从小就听这个歌，《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》，不是阿里山少年壮如山。我说阿里山的水姑娘在哪里？阿里山的水姑娘，谁跟你叫水姑娘？然后我就说，哎，那个水姑娘现在都老了，在卖茶叶蛋，说你去下面买一个茶叶蛋吧，那些以前都是水姑娘。阿里山下面茶叶蛋不就是那个日月潭的？就对啊，就是那我说你去那边那个去买那个。下面找个老奶奶买茶叶蛋，她以前就是阿里山的水姑娘。水姑娘，然后她就嘟嘟嘟，你就下山了。喂，先生喂，你就下山了，下山了。他要看水姑娘，神经病。那你去上面住了吗？阿里山吗？我有路过那儿吧，去玩还是啥？去玩。哦，你就路过，你没住。你去台湾玩过吗？他去宜兰住了一个月。我在那边待了一个半月。对。拍哪个？拍还没播。还是没播。很早之前了，2015年。那你有在台北住过吗？有啊有啊，就在那个信义那边住。在那个爱美，对，在那边住。我们拍戏都住旅社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偶尔在那边，但大部分在宜兰。那宜兰也挺好的。对，宜兰很美啊。然后在那边的时候，就老去那个宁夏夜市。宁夏夜市特别好吃，四大夜市嘛，宁夏很好吃啊。你有吃那个芋头丸吗？芋头里面包肉松。还有那个是什么辽东还是哪里？是有一个叫什么？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东夜市？然后他那个胡椒饼太好吃了。罗东夜市，对对对，宜兰的罗东夜市。胡椒饼是那个啦，饶河夜市。对对对，饶河在饶河，对，在台北的九份也很好玩啊。哦，九份也好玩。你看看人家都是夜市，你都在找水姑娘，这个什么鬼？周边很好玩、啊。你是自己去还是带小孩去的？我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孩。那时候还找什么水姑娘啊？我都是通过那个歌了解一个地方，是吧？就九份的，我就是那个九份的咖啡厅那首歌。有这首歌吗？谁唱的呀？我想想，九份有这首歌吗？我只知道中消东路走九边，那个也是中消东路走九边，还有什么外婆的澎湖湾呢、啊？东区，东区，你这个很新，东区，蛮久的了，很久了，很久了吗？蛮久的，快十年了，姐，我的 KTV 歌单也太老。我喊听歌，哎，我走到台湾中校东路的时候，我说我们要走九遍，我说因为歌里面就是中校东路九遍，一段到六段，七段。中校东路其实没有九段，中校东路走九遍。对啊，你走九遍走到断掉。对呀、啊，然后到阿里山就要找姑娘和小伙子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那个日月潭有什么歌？日月潭有什么歌？想一下。日月潭，阿里山应该没歌吧？肯定有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日月潭好像没有流行歌曲，流行可能不知道。我也以后去台湾，阿里山也是啊。以后去台湾就找姐姐了。哦，好啊。然后来一次我们都不在。哎，你自便啊，那个阿里山的姑娘你就去自己去看吧。就在那个卖茶叶蛋的那个，我们就上网然后发攻略给她。哎，有事打给我，自己抠笔攻略，是你那个找给我留微信 ，OK。然后微信永远不回，反正也没有已读。看了就说这个。哎，你们微信已读了，看得到吗？微信没有已读功能呢。没有已读，没有已读啊。如果那么多人对你们已读不回的时候，你们比如说你就发很多东西给人家，然后人家不回，那我就会很火大。
不是微信没有已读嘛、就他不回吗？那你不知道他看到没有吗？我就怎么办呢？就打去。所以那我就打电话给他，视频电话。你看到了吗？也不接。就算了，算了吧，把他拉黑，算了，就拉黑。我经常性的把人拉黑。不是为什么要拉黑呢？加回来，幼稚。会觉得自己的一种权利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你在那刷说这个人谁啊，然后三这个人谁啊三。哦，我现在真的必须要备注。对对对。然后你点进去，他没有发朋友圈，不知道他是谁。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朋友圈就是那种三天可见的那一种。然后我现在就是最讨厌那朋友一天到晚就换他朋友圈的名字。对，你有没有一天到晚换？我很少换。你一直叫吴毅是吗？他不是叫吴毅，不是，他叫 W。对对 W。对，为什么叫 W 啊？武嘛，因为我姓武嘛。哦。我现在马上你们我的后面就备注上了，备注是谁啊？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是三天就换一次，我想谁很容易被拉黑，或者很容易拉黑别人。对呀、啊，这谁？把他拉黑。